二大人，跟着。 这把该你了，你擦吧。我猜六，肯定是六。来，我看看。哎，开，开，你干嘛呢？哎，还真对。没用的。接着来，接着来。我不想被撕票。 韩三春或者牛少娃集中一个人叫过来，我有话跟他们说。没长耳朵啊！你去。干嘛呀？你的赎金，我给了。你疯了？这样你就不会被撕票了。沈心怡，你用不着这么干。我高兴。 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被土匪抓进来。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嗯，你别跟我说这样的话，因为我……什么呀？要不是我的话，其实你们有机会逃脱的。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马。马？啊！我在你们马的草料里边加了点泻药。原来是你！我都说了，把你叫赎金了。反正我被撕票。哎哎哎！走开！哎哎哎！你们来的正好啊！听我说，这个女人的赎金，我帮她交了，你就去跟我爹说。 废什么话，过来！干嘛？干嘛？算你运气！哎哎哎！别动！回去！哎，少爷！二少爷！少爷！二少爷！啊！他们是不是要杀二少爷？听他那口气，应该是要放了他。 去迪化吧。原来这一天也可以如此欢快，洒脱，忘掉先前那所有的徘徊。 站住！把刚才带我的人叫出来，我有话说。你们啊，别想只拿10000两银子就把我给放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是不放那个寡妇，你也不走？是啊。你要跟那个寡妇在一起？是。那他要是死了呢？ 那我就跟他一块儿死喽。没想到沈少爷
你还真是个情种。哼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对那寡妇还真是情深意重，生死都要在一起。行，这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投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把他拉下去，到时候一起撕票。走吧。少爷，二少爷，没伤吧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色眯眯看着我干嘛？我真是傻。什么？傻到要一个土匪来提醒我。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忘掉先前那所有的徘徊，所以简单的快乐并非需要徘徊，在今天找一个真爱的人。你笑什么？喂，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。他们不是要放了你吗？是啊，我又自己回来了。放了你你还回来？你傻呀你。疯了，真是疯了。哎呀，让开。嘿嘿，一定是最简单而最难的难赵大人，朝这边走。你确定这是夫人留下的？以前我们行走江湖，经常碰到这种事儿。我跟我女儿啊，早有约定。上马，这边，快快快快快！官兵来了，快去报信。走。什么？官兵已经过来了。这么快？